哇！Ryan，这个是你的最帅的枪吗？百恒的，哇，超酷的枪呢！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台式玩家乐场。那我们 Apollo 的英文名正式改名为 Ryan。对，我们要回欢迎新朋友。我们今天要介绍什么？《玩具总动员》的 Power Shot Game 射击游戏，太空射击游戏。我是从哪边开的？金鱼脑。哇！哦，这是它的子弹。哇！都不用组装，只要就可以玩了。完全不用组装。妈妈要装电池。要装四颗1.5伏的电池。哇，它这还是电风扇耶，所以你可以晚上在这边吹电风扇，就不用开冷气啦。好期待哦！吹局部，非常的舒服。里面是长什么样呢？这个好像一个太空要塞哦，那个不是太空棒塞，棒球比赛简称就是棒塞。你的要塞基地，要塞基地，好，准备 1, 2, 3起飞 go。 要塞，然后一个一个都在摇头 no, 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。Ryan， 这个是你的最帅的枪吗？哇，那给枪给大家看一下，超酷的枪呢！好，准备。2, 3好，没有，装子弹。我够，又没有，看来这一次是我赢。准备，我打到他的要塞了。哇！绿色对准蓝色，然后没有拉。原来我就是巴斯光年。这个巴斯光年没有减肥。什么巴斯光年没有减肥？可恶！该死的小孩，我。所以我是两分。好，换你了。哇，成功！咻！哇，4分，可能不打我。咻！耶！坚持战斗宝宝姐。哈哈哈！咻！预备！哇，这样可以一次射5颗吗？预备！一次射2颗，耶！好，再前进，再攻击。真是，这是什么？哇！一次又射2颗，哇！成功！来演这个游戏好玩吗？好玩，超好玩的哦！一定要去玩具玩狗城买哦！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你订阅和分享哦。那我们下个影片见哦，拜拜。拜拜！哇！哎，怎么扶不起来了？哎呀，因为你吃太饱了。